好，我们完成了几个任务哈，三个，所以现在也赚了些钱，呵呵，所以我们这次降落之前，我们打算在空间站哈，做一些东西啊带下去，这样开头就稍微容易了哈，也更多是测试吧啊，作用感就不是那么大，所以就是我学了这个小刀啊，然后娜娜学了镐头啊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是我做两个小刀，娜娜做两个镐头，这么带下去哈。看一下，然后钱花的一干二净了就。然后钱花的一干二净了。我给你做一把镐头哈。把这些物品啊，就这么带过去就行了啊。不知道能不能拿回来？应该能拿回来吧。拿不回来就有点黑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接着做下一个任务，下一个我们。试试这个吧，消灭致命捕食者。这次的委托方是非洲议会哈，又是一个新的一个势力。都有中文。应该投资时，其先遣部队报告称，他们遇到了极其凶恶的野生生物，人员伤亡惨重。我们还得追踪它的踪迹。就是上次我那个追踪血迹那哦，潜艇多125，干了。好，然后这次的难度是。普通啊，不是 easy 了。你确先认进装去。备组合啊。好，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，所以我们来了。你不先把刀拿着吗？有刀。这个议会在异星上的地位并不高哈。正在努力寻求改变，可星球上的野生生物给他们的测量小组制造了不少麻烦啊。最后的遭遇地点已在地图上标出。这里。哦，是这，那里应该有血迹哈。第15小组任务啊，抑制让动物变得更具攻击性。我说的可不是木质武器啊，他都给出了明显的提示了哈。我们去的路上得找铁矿。这会儿你可不是别想拿着什么木矛、什么弓箭这些来对付哈。好，你进来那我吧。进来吧。刚刚进入那个星球。不过这个降落的这个做的倒挺壮观的。而且里面这个小窗能实时看到外面，就挺酷的。哎，这个登陆舱里还有很多细节耶，好，来，能下确来定吧，安全吗？安全。我把这个刀扔到地上哈。捡了怎么吗？了？捡了，我以为它我扔埋了，进去了我扔了，准备好啊。好了，我们搞斧头吧。这镐头有更好用吗？这可是从天上造下来的镐头啊。神器哈，还行吧。它怎么修啊？不能修，难道它是一次性的吗？你看它也不能会。修。天哪，那算什么呀？我觉得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美好啊，世界。我手六，我决定普通的那个石头，我还是用普通的镐锹吧。我就感觉我这个镐挺金贵的。反正这会儿的房子可以稍微盖大一点对呀，点。对呀，这次，因为这次有可能耗的时间稍微长，要制作铁器的话，我还有布帘，烤南瓜咱腌一半，剩下的你拿吧。好，到里面的都烤完了吗？好，收起来。你把肉拿走，我把营养收起我来。全部都拿了。好，我们移动胡萝卜列入我们看到一定要采集的那个清单它哈。长什么样啊？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就胡萝卜的样子。你这个问题让我，你在沿着湖左边是吗？看到在你前了，面走你吧。后面那个有个狼一直在跟着你。是吗？你跟着我有什么企图吗？
狼的话就前期是必打哈，因为他们给的毛皮最多。嗯，我又踩到西瓜了，这个西瓜到底怎么吃啊？哦，这又有一只狼。你看九个毛皮。来，哦，你还想自己打？啊，你怎么把它打到我这边来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也奇怪是怎么被你们去了。对，你没能一击必杀他的话，他就会找那个离他最近的。哦，胡萝卜，你来看看胡萝卜长什么样。我得知道是吗？这。哇，这个分辨率也太低了。不是，它叶子很明显呀。啊，分辨率低这种事情。我到了，你这后面有那个蓝花，你去捡吧。期间我到了十五级。嗯。可以学这个。就这个实践了哈。嗯，这会儿那石头能踩也就踩吧。好啊，但石头重，所以到地方到目的地再踩，到目的地再踩也行哈。嗯，石头满地都是。好，期间我们没有乱点这个技能点哈，攒着现在有十五点哈。嗯，看哪个，然后看看前面有没有。哦啊，然后我的这个剥皮台也可以学了，剥皮台，这样以后我们的产出那个毛皮产出更高嘛，是吧？嗯。然后作物田我不学了哈，这个你学。嗯嗯嗯。啊，铁斧、铁镐这些也学吧，反正这次我们很有可能做铁器了嘛哈。嗯嗯。火炉也我学吧。嗯。好，一下子那个技能点花完了。所以技能点这个不是那么充裕哈。嗯，我哎，是这个吗？啊，我看到了，是动物的抓痕。等一下，有狼。哦，看到了。哎，两只。好了，你这个姿势是什么？哎哎，天哪！对，这个矛扔准了，它的伤害是那个你刺的伤害的两倍。猫投掷伤害是，嗯，动物抓痕啊，我也看，这种痕迹的深度、长度以及其他特征与狼会留下的抓痕一致。难道是狼吗？这次的 BOSS 感觉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吧？多标记一些地点。哦，好吧，继续跑路。好吧。哦，怎么是个反方向呢？可能走走走，作物，哦，西瓜，西瓜吃了总是生病啊。可能我们还不够文明吧，科技还没有。配吃西瓜是吗？嗯，走不动了，风太大。我爆头条好高啊。好了，过去。好多麦子，哦，哎呀呀呀呀！什么？熊？我先。和水分，所以啊，熊啊，熊，难道下一个调查地点就是熊吗？以为是狼，结果进一步调查发现还有个熊是吗？哦，我得，我感觉前面就是熊的领地，即使这个绕过去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得先盖个房子？对对，我是难道意思就是现在开始搭建基地的意思吗？回到这片空地，我们搭建吧。你现在应该找个水源的附近搭呀。那这附近有水源吗？所以我们只好再一直往前走，要不如果再走回去的话，就有点太那个了，是吧？嗯。如果不幸被熊追上了，嗯，我们往两边跑。好。好吧。看一个看一个，不要两个都死了，然后另一个。你往左跑，我往右跑吧。行。我不是刚刚那个熊。那个我们从这个空地里走吧。好。嗯，这样熊来了也好发现。但如果遇到熊，我们分头跑之后，另一个活下来的那个又撞进另一个熊怎么办？我先把我的火灭了。啊，看到，把我的火灭了之后，你的火。这样到时候会被熊被凑过来。好，我们到在这儿找痕迹吧。
然后往这边找一找哈。哦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先在这儿。啊，然后往前走就是雪山了。这样吧，在这我快速搭建，那个我快速搭建一下吧。行。这样即使穷了，我们也有。然后明天我们还要继续跑动是吗？不一定，看看这次调查的结果怎么样。嗯，那搭吧。嗯，我给你照亮。哇，这个声音好吓人呀！嗯。啊，我现在放木地板哈，地板之后你在上面放那个萤火哈。嗯。那个感叹号是什么？是鹿吧？那个感叹号，应该不是熊吧？哦。不要多想，不要多想。做一个立式活吧。什么胡萝卜怎么忘放火里？啊，睡觉，先睡觉。好。嗯。只能在点燃的篝火附近睡觉，火灭了。啊。还搞得还挺严谨。好了，就等着那些烤啊什么的，就便让它烤。哎，什么东西？啊，我放肉了。你放肉了，它又不烤胡萝卜了，是吗？嗯，胡萝卜到我身上了，啊，就这样，就一个胡萝卜。好，我们在这附近，啊，找线索哈。如果遇到熊，就回到这个家哈，知道吧？嗯。这会儿可不是分头跑哈，我们到这个家之后，就是跟熊一起打哈，一起搏斗，知道吧？嗯嗯，好。等我把胡萝卜吃啊，一会儿吃上胡萝卜。啊，水我们没有水。吃果子吗？啊、嗯。只能用果子稍微撑一撑哈，实在不行到那个上面雪地这边挖几个冰块过来啊。嗯，但没有水袋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行。我绕了一圈也没找到。嗯。你睡着了。熊是，哎，熊，回家。嗯。然后拿长矛刺他的头，你在后面是吧？行。哎。他是不是看你了？没事，他的仇恨在你那边，死了。啊，好，死了。死了。你爸爸要那个拿经验。啊。嗯。吓我一跳。好，我赶紧做那个修理锤。然后放到箱子里哈，多做一个修理锤。啊，行。接下来一段时间应该稍微安全了吧？嗯。那个熊没有刷新。理论上是这样。哎，找到了，同种动物所为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它激怒了。哦，成群猎食的痕迹。如果你能再确认一次地点，那议会的机器人应该能判定它巢穴的大致位置。哦，有几只大型全科食肉动物曾一起行动，看来是个狼群啊。嗯，那我们等雨过去，我们往下一个地方走。还是在这附近。往下一个。我还等一下，我待会儿看哈。你看，我们家里进了一只鹿。啊，家里进了鹿。好，哦、把门关上。没有门。啊，对，我们家还没有门是吧？嗯，他好害怕哦。我现在也。堵上，我现在造门。养鹿。单笔吗？我们从死亡之夜养鹿到这里养鹿，那他出不去了。你也进不来了。哦吼！好酷、哦！我们有天然的这种鹿，这是什么鹿头？下一个地方还得往那边走。来，我们得把这个房间回收了。哦，稍微等一下行吗？我看一下。烤胡萝卜你可以拿几个？好，那个红点我重新标记了哈，来，我们上路。等我吃点野果。嗯，好了，我吃了好多浆果。走。嗯。我吃个胡萝卜。哦，对你出门好省心啊，什么也不用管。要不然呢？跟着你跑就行。去哪玩不也一样吗？但是去哪玩我得收拾东西啊。哦。对吧？我要打包行李啊，不然你就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下一个地方不会是在雪山里面吧？啊，那我们现在就去不了，我们还应该不去。
我是怕这个地方就是得从这个雪山路口这么继续绕过去。要是你头上也有像洞一样的箭头就好了。我最近经常看一些，所以我说嘛，是吧？这些是不是难道也需要通过什么科技来解锁吗？嗯，感觉是，要不然不合理啊！一款游戏。哦，养石没了。过来这里找我啊！我被你看中一块石头了。嗯，抬抬。哎哎，什么东西咬我？哦，熊！天哪，我跑了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我不打呀？你我可以打不了啊！我可以风筝它，你打呀。有可能我们俩。啊，那好吧。行，你拼一下吗？你跑。不拼，我死了，晚了，快跑，快跑！嗯，跑不了，熊，跑不了。哦，打死了。你看，我就想打一下，复活我吧。好，敬业值也没损失吧？嗯。嗯，去巴黎。竟然第一反应是抛下我。对啊，我就是为了怕你损失敬业值嘛，要不然。啊，现在可以，所以熊，看等级，我觉得可以打，就是熊就是拿那个小刀打，知道吗？嗯。拿小刀砍头，不砍头我们就没机会。我刚才你手里拿的是个镐头，好，到底应该是这。那我踩着窝管呗，物品难以买，石头容。怎么样？再搭建个房子，弄个复活点。行啊，安全起见。安全起见吧哈。我们现在没必要太拼，我们安全为主。怎么书又倒在房子上面？命运。木头干嘛敲木头啊？把树从房顶上敲下来呀、啊！不是，我这个木啊，这不是我说，这个树为什么一开始就要砍倒它呀？我们现在不需要木材啊。我那个篝火先不放出来了哈，别说我们那块就要走。对。好，完事了。嗯。好，拿起小刀。嗯，我先修一下。夜行捕食者，这些夜行动物的残骸表明有某种捕食者在天黑后最为活跃。终于出来了，什么意思？虽然议会的机器人品质一般，但他们已经发现了这只生物的巢穴的大概位置。好好，所以这里是不会发生什么状况。这些骨头我能敲吗？是吗？里面好多苍蝇，好。他们在这儿。哎，不对，它还没标出来。哦，那我敲两块硅矿吧，我做那个做药。哎，那个地方在哪儿？他不说会给我们。需要点时间，可能夜幕降临后，这个任务标啊需要晚上是吗？那我们在这附近上升级吧。对，熊。嗯。来。啊，我没体力，天哪！你在哪儿啊？你别过来了，我复活我吧。哥、啊。他还站着，还摆出胜利的姿态是吗？耀武扬威。嗯，你在？小姐，你在哪儿？这是？地图上应该显示我的那个。我看看。领盒饭的位置，这是什么、你被咖啡给埋了。哎、吃东西吧，你就先别到处走，你肯定又一穷二白了。嗯。哎，我还是有流血状态。那你用绷带缠一下自己吧。你怎么是跪在这儿的？潜行啊。为什么潜行？熊没有。咱们俩就不怕他了。我贫血状态呀、啊。没事，我保护你，不怕。啊，我刚才体力没了，所以平时跑的时候得保存一些应对意外情况的体力。嗯。我的口渴问题还没解决，你的口又渴了。对，所以说养成习惯，体力不能耗我。嗯。再往前走就是熊出没了哈。嗯。毕竟我们接的这个任务是危险任务。多给，就是因为多了那25块是吗？嗯。比之前的肉多25块，然后就熊出没。
绷带不管用呢？啊，是重伤。重伤？那我给你做另外一种。缝合工具需要缝合工具治疗。需要骨头，回来给我点骨头，我给你做。缝合工具你能做吗？能，我需要骨头。就得打猎。不，但是你没有骨头了。重伤的话怎么样啊？啊，生命就恢复，啊，几乎不恢复，不恢复生命。嗯。骨头。啊，我只有一个呀。那给我吧，我看看一个够不够。骨头需要五个，不够。这先拿呀，这一个你先拿呀。我们哪儿啊？找啊。找头路。这日子过的。我去躺一会儿，躺一下哈，要那个 buff。你到那个火堆旁边。好，我们终于到晚上了哈。嗯。然后我们看一下，千万不能睡过去，睡过去就又得等一天了，因为他说晚上会给我标位置。哦，在这儿。出来。嗯。那我们要连夜赶路吗？还是肯定？睡一下。嗯。那趁着篝火。嗯。好，起来。然后我开始回收了哈。嗯。然后去那附近暗营扎寨。我在想。这些肉你都带好吧。好。现在我们往湖的左边走还是右边走？左边吧。不是，对，我是在想在这边直接安营扎寨，然后开始找铁矿呢。在铁矿附近安营扎寨，我们可以造给予器啊。嗯。是吧？嗯，行。继续沿着山脊走吧。哎，这有一个。好多奇怪。行，在这儿。你顺着山在但是里面有那个。寄生虫嘛，就那个什么那个怪嘛。哦。那先安营扎寨呢，还是我就怕在这儿安营扎寨里面洞很小。有水就行啊。不是吗？嗯，行。在这儿那就见吧哈。我们先进去弄死他吧，先把。不，万一我们被他弄死了怎么办？我先大剑吧。好吧。哎，找我了，找我了。哦。赶紧扑灭。胡萝卜，找到胡萝卜了。啊，感觉不行，他一直在蔓延呢，感觉。嗯，那就不搭理他吧，让他烧吧。那我们在这怎么建房？正好烧秃了嘛。啊，你是要木头吗？啊？你是需要木头吗？我是怕烧着其他地方。嗯，就这样。防火带，把它。我先放在这，到时候我放哪儿？你露台。你看着放吧。这些都会盖墙吗？还是这是露台呀？不，全部都会盖墙。哦，那我就随便放。嗯。哎，这是门，这是门。石质熔炉，行，我做熔炉了哈。嗯。我们正式版的第一个熔炉。嗯。用于炼铁锭啊这些矿石。行，我在这边放了箱子。然后你再做一个那个历史火把吧。这边不要也行，这边会有灶，你把这个拿过去吧。这个造吗？嗯，氧气制造机我也得造出来。对，我要造好多东西。嗯。啊，然后我也可以做个剥皮台。啊，铁钻台得造出来。好，以后狩猎的动物啊，你也一样哈，拿到这边剥皮台来剥哈。好，我们进去打矿吧，顺便喝个水。行，你去吧，你怕里头有那个虫子吗？对啊，所以我们进去打呀。这是拿刀进去啊，知道怎么打吧，像上次那样。我得给你点火把吧还。这样我去把火把，行，你拿火把打吧。那我进去了。嗯，走。呀，拿。怪呢？哦，来了！好，一只，说不定还有，有，赶紧进去，要不然它喷毒。嗯，
哎，这怎么进不了现在？哦，我操，已经好了吧？还有，在那上面，天哪！我们从里面走，你对对对，我得正准备过来。我给你照亮了。啊，这体力耗尽了。哦，现在上面还有一只。上面。哎，怎么上去？我把扔的，嗯。出来。我把扔在地上。出来。哎呀，我死了。死了？我死在水里了。你死在那儿？哎呀，我们俩都死了。啊！不行，我复活吧，嗯、我经验多。嗯。哇，这个。它这里面好多呀。不过我们打的啊。我们打的挺好的。打掉的也不少哈、啊。嗯。啊，你的衣装备没了。那、啊、进去拿吗？你这么复活的话，你是满血，就是满血再加上其他的也都是满的，比较合理哈。嗯。那相应的我，哎呀，这样我没有那个了，火把了，我自己还不会造。你把家里那个火把拿起来。啊，我应该造点火把放到家里，那我也复活呗，要不然。不，你损失经验。你看我这16个，这十六级这经验全部都没了，全部都是红色的。但一进去之后，这方向，哇，天哪！看见你进来，往前走。你能看到我吗？能啊，我看到一男举个小包。我是为什么看不到啊？再往前，往前。他出来了，我喊你。我听到声音了，我喊你。他出来了，立往外跑。等一下，我得打。哎呀呀，没带材料。哎呀呀，你不是拿了吗？那个蓉蓉，你不是全部拿了吗？没，啊，拿了。对呀、啊。走，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没事，我还能再去进去点一下。好，但是往前走。但是我现在找不到那个火把。我知道你往前走，再往前走，没到，往前走，使劲走，没，好，到附近了，往右一点，再往前，看到了吗？就在你眼前，往左，往后，应该就在那儿，就在那附近，对，点吧，哎。好了，哎呀，又挨了一下！天哪！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还能挨多久，我得先拿。你等这个消失吧，然后你回去吃点东西，补补血什么的。什么也没有啊，我也没法狩猎。家里那个灶里面好像有讲体力的，我记得我好像扔进去了个什么。西瓜，这个拉肚子。那没办法了，我得进去呢。那附近有看到我的那个东西了吗？我在水里，我看不了那么高，好像有，就在火把旁边。哎，但是啊，就在火把旁边，就是你的包裹，是吗？嗯，在火把右边，看到了，拿着就走，撤，他出来了，别，万一他喷我怎么？他喷你了，你。他向你吐了口口水，喷了，没打到我，行，一点没有。我掉水里了，当时太黑了，太混乱了。我要不掉水里，我其实能跑出去。行，然后我现在去跟他拼就行。啊，那个地方怎么爬上去啊？射箭，或者是你就冲上去吧，跳，能跳上，能跳上去吧，能。第一个能跳，第二只也能跳，两只都能跳。你贴着那个右边岩石走，能跳上去。一进洞穴，要是体力就会减半，知道吗？洞穴效果。我刚往那边走，我现在看不到他。在上面看到了。看到了。还有一只呢？啊，那边啊，那边怎么上去啊？贴边走。我又挨了一下。我在水里呢，反正。下次我直接去复活你吧。行，我上去之后把火把。扔地上，或者你把我复活，我这样我跑出来，你过来蹲着什么的，我感觉在这块有这么多石头，你应该能躲过他的那个。呸！我先把你复活之后，你先跑，好，上去了，火把掉地上，哎对，然后这就是亮了。先跑出来，我先出去了。出去，好了，再出来一只我就死定了。哎，我的这个血，我拿着火把我也跑出去。我啥都没了，我得砍点。我有点悬，我死也死得死在你容易救我的地方。
没事，现在里头安全了。嗯。哦，好了好了。啊，暴风雨去了。好，这个洞穴我们征服了，征服了，哎，然后你得造很多，才流矿之后造很多那种历史火把哈。你把肉烤了吧，我现在好饿呀。在那灶里面。好，这都是铁矿啊，好，里面铁矿不少不少。哦，里面还有钛矿石，用我这个镐敲不了。我需要骨头，我要做氧气机。你那个我们从天上带下来那个镐也不行吗？不行。啊，那个镐头性价比很低啊。对。我不要，感觉被骗了，对不对？我敲铁矿石哈。哦，铁矿石280，280这么涨经验140。哎呦，吓我一跳。我历史火把放到这个上面的柜子里了哈。嗯、好。历史火把呢？我造出来历史火把这两个。嗯。好。然后有骨头吗？给我骨头。我们开始熔炼。骨头放进这个工作台里吧，我。行。不应该放在旁边这个扒皮的吗？哦，对。哎呦，你现在还。好，我们开始熔炼铁锭啊。而且这些铁锭的这个图片变了，发现了，跟以前不一样啊，更写实一点。嗯，不错哟。好，我们这会儿，有了那个，可以了。好，很多。我们这回有了那个剥皮台啊，我们就把。狩猎到的动物哈，拿到这个剥皮台去扒皮，这样产出就变得更多。我在那个床旁边放了制氧机哈。好，好，我们东西越来越全了哈。嗯。然后敲氧石回去补充。哈哈。哦，你看，果然狼确实是。向尸体的方向走去。什么尸体的方向？像动物尸体。其实不是应该什么猎狗什么是食腐的？哎，是我吗？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怎么丢？我这边有狼。你那边也有狼？嗯。能应付吗？不行，我拿的是斧子，帮我切一下。你直接暴击了，轻轻。你不抬回去了吗？我这边已经，这边你看，你到屋里来看看。好，那快点扒。别！啊，那我不管了。哈哈哈！在这站着干啥呢？我是放上以后怎么样？哦。要不就这么有意思，就家里这么放着，这样好看吗？不好看，不好看，好丑啊！好吧，这个现在只能放。啊，这样的话，现在只能放十个养石了，这个。哦。像以前能放50个了，被弱化了。对对，行，合理合理。嗯。啊，在这边剥皮台，你剥皮的话，嗯，就给很多毛皮。毛皮是这么得来的，你可以做那个衣服是吧？等你升级之后，嗯，工作台我先做，我们现在啥都缺其实，嗯，就家弄大了，就一下子这种各种需求就上来了，嗯，养活也造了，就因为这样子，哎，刚才是熊的声音还是鹿的声音？鹿的声音吧，啊，动物世界里我想。熊也是发生那样的事情的，啊，是羚羊。熊，啊，在哪儿？我现在